遍天仙里，明月可怜孤，温情真意，无人会当来比。虽然是梦境一时，是阮一生的记忆。两人夜夜来送天，希望你欢喜。瑞鹏，我的礼金是不是能回本？你得看你的信用。来，这杯高杯酒吼，看恁两个人是要做伙饮，还是你靠叫嚣？你怎啊管话？哦，恁耍酒，你走，来来来来。一定啉就这样，麦克个管了啦。哎，今日不要紧啦，来。哎，唔好啦。今日我迟到，即马才来，所以这杯酒算我罚家己，我来敬先咯。阿姨啊，啊你平常时无咧，你还啉会醉啦，而且对身体不好呢。你是酒国女英雄哟，迄高粱酒哈尔啊高着你安尼管，你若唔像哦，足高啉的，就是一点啊都袂用啉的。阿姨，你安尼已经伤伤我啦，会出代志呢。来啦，先坐休困好无？我无要紧啊，我袂出代志，我会恭喜你。恭喜你今仔日结婚，才所有的人都这么啊疼你，让我想到我的后生。阮后生若是结婚，一定是冷冷清清，就我这个老太太坐伫遮。所以我的趁即马，好好庆祝，好好欢喜一下啊！就醉了，陈玉，跟我所在林上一起玩呢。我无醉，你是瑞丰晓，我无叫唔着吼，我是假的哦，我一个无说你哦，对，把你当作是我的后生阿叔。这么多人都这么疼你，你真好命呢，不怪我阿生啊，不爱我这个妈妈。这位太太啊，你好心到底是怎样？我的好心啊，已经没在了，没在我的身躯边啊。这阿姨最近跟伊好心冤家，心情无好，所以瑞丰才邀请伊来，想讲留咧一个，看伊心情会较好无？对啊，我的后生不爱伫我这个妈妈，若是会当亲像杜瑞丰安尼，结婚的时阵有这么一个亲戚朋友，拢伫身躯边，这么啊快乐，哪有人会想起妈妈？你真正醉了啦，我请阿三爷回去好不好？哎，这位太太，恁个当初怕人啊？阿星啊，你是走去多位去？为什么妈妈拢找无你？静静，你甲妈妈讲，你莫认真打拼。结果煞变一个人，妈妈真后悔，让你来台北。你几个人拢变啊，心嘛变歹去啊，拢变歹去啊。
太太，你真的是喝酒醉了，他不是你儿，他是我的后生杜瑞峰。你想啊，我不敢是我的后生，他放生女朋友，害得我这个妈妈都死给他们骗，这种后生哦，我会打好死啦，我不能让别人打，所以我自己动手啊，我来打死你这个后生。我来打死你这个不好命，打死你这个不好命。阿姨，阿姨，你看你进来，你啉酒醉了，你还在街头尿尿啊？我哪会生出这款好事？当初我若是死死的就好啊，我都唔免看到伊违背良心骗啦。我无想要话，我无想要话。这位太太啉酒醉，带去休困啦。我无醉啦，妈的！你娘，瑞鹏啊，你有安怎无？阿哥，我不要紧啦。阿哥，千万怪伊啦，伊啉酒醉，不是超工的。班长，我不准你动手。你想做啥？你卖吗？你乱管！我在跟余凡东讲，你别怪罪。你认唔着人，伊不是美凤，竟然还放开！我卖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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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敢咬牙讲，我卖吗？你个放屁！你个放屁！你个放屁！你别叫杜瑞峰，呀，过来等。妈咪，阿娇，你先回去疗养院休困好不好？人家结婚典礼正在进行呢，所以这句话我都跟你解释清楚啊。了解啦，阿娇，你这心肝内痛苦，我嘛体会到哦。我绝对不要一命我白死的啦，哈！来，看看看看看，看看看，哎！什么叫做白死呀？啥叫一命死呀？啊！爸，你讲的可好呢？疗养院，李永杰白人，林玉娇走出来啊！伊即马伫亚洲饭店，你赶紧派人来接伊，伊的情绪就无稳定诶。所以，今仔跟我来等吼，莫甲这人吼浪费时间，跟我来等陈彦明吼。妈咪，彦明已经死啊，你莫甲安尼好不好？不准你纠缠我彦明，我彦明够好好的等你出来，等你抓你诶！你不准！你给我好好地来，你等你。都算讲伊死啊，你是伊的爸，你一定爱陪伊一世。行，妈咪，行。是，该搬过，该搬过，搬过啊！哎，回家来。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走啊！快点走啊！你怕安尼啊？叶明已经死啊！就算你安尼，伊嘛要活着来啊！你一直安尼，叶明天天天也活艰苦。我拜托你，你冷静下来，等你好好养病好不好？等你若出院，我也不能好好照顾你。那咱就一命跟爹同款啊，妈咪。你别要叫伊，你是歹人，你是歹人，你敢做？你别要叫伊啦，伊不是人，伊是鬼，你叫伊别要赶快跑。起完了，啊，不要紧了，小花兄了，我有无代志啦。阿公，三妈是因为精神错乱才安尼，你莫想过伤心吗？这拢是随阿爹阿靠乱来的结果啦，必须个家门不幸啦，和大家互相猜忌相爱啦。是我无教水海也教的好啦，只有再来牵累着恁跩细水，这三房哦，拢是安尼哦，争来争去啦，啊无就抢来抢去啦。阿公，遐拢过去啊，啊以后阮这辈会好好相处，你放心啦。瑞芳啊，小慧。都爱带恁跩小弟小妹，大家同心，共同替阿舅集团打拼，予咱以后会当哦平平顺顺、平平安安，通我过日子嘿。真真久，你莫闲讲遐，去探视恁奶。嗯，阿爸呢？你今日早顿煮食的菜，真合我的口味。头家，这拢是小姐一套早煮的。久啊，你加减啉一挂啦。我无想要啉。爸，我知影你要倒去气我，啊，不过你无需要带你的身体过去啊。就算你要拍我，要骂我，你嘛要带你的身体养好，才有迄个气力。把这个汤啉掉，不是讲我已经原谅你啊，是我无想要浪费食物。阿轩，我真正想袂到讲，你竟然会制造假证据，害建廷去用抓去关。就算讲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嘛无法度原谅你啦。我今仔日召开临时董事会，把海顿集团主席这个位置交还给建廷。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，
爱你。你竟然会制造假证据，害建廷去用抓去关。就算讲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嘛无法度原谅你啦。我今仔日召开临时董事会，把海顿集团主席这个位置交还给建廷。啊，若是正义，我永远我无想要看到伊。啊！我真正是有人陷害的啦，我嘛无做什么假的证据啊。顶一摆卖的代志。你甲正义两个人嘛，该说讲是去用陷害，是建廷叫人做诶，这我相信。还过一摆，检方已经在证据顶头检出有你的血，你怎么阁该说讲你是去用陷害？阿轩，爸爸敢有这尔啊戆？你凊彩讲两句，我就相信是无？爸，我真正予人冤枉，哎，唔惊，无可能是别人做诶啊！是啥物人有才调用摕着你的血去陷害建廷？刚刚如果是建廷，伊家己用苦肉计，你用头壳小想看卖，伊都已经是海顿集团的主席啦，伊敢有需要用这种步数？安尼对伊有啥物好处？颠倒是你甲正义，甲伊有利益冲突，所以你设计，安尼是合情合理。爸。爸，我真正是冤枉的。我看你为着我安尼起心弄命，我嘛感觉我足自己足不好的。你敢知影？今嘛只有我甲正义、甲孙建廷有利益冲突，我哪有可能这么戆去陷害伊，让大家拢怀疑我？你敢会卖咱媒体同款，我会神仙派，无法如还我一个清白。阿丽官到底安怎讲？你敢好好甲按来，予伊取消主意，卖开临时当事会甲我换掉。阮爸今仔人无爽快啦，伊无迄个气力会当开当事会啊。啊，不过伊若是倒时间都想着，你随时有人约落台，咱即马开始想办法啦。我就知影你想办法替我解围啦。啊，今日官要卖开当事会，就表示讲算得上时代嘛。是因为我带伊讲好啊，若是一线破有罪，我袂啰嗦。除了海顿主席的这个位置，你爱主动辞掉以外，我嘛会放弃一切，甚至甲伊切断边界的关系啦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你哪会当好你讲我跋这么大啦？啊，这款代志拢是你做的呢？你搁要牵拖我落去哦？什么叫做代志拢是我做的？都无你的代志是无？我若无法度继续做伊的查囝。你就什么都免想啊啦！阿轩，阿你卖生气啦。我意思是讲，阿你若这尼啊无细腻，万一伊若是阁继续查落去，啊除了职务顶关事迹以外，伊若是查到新的证据，咱嘛无多相骗啊。放心啦，我相信伊袂查到其他的证据。我会去拜托秘书长，请伊去公证，叫何文渊查到这为止就好啊。我将规个案件转向乌龙爆料。安尼，我得用全身而退。伊真正这尔挺你，伊到去找伊，叫伊替你关锁的时阵，许玉言跳出来反对，伊嘛考虑半工才答应的。较早嘛无听你讲，你甲伊关系足好诶。而且你洞内底有一个药嘛去坐家，我嘛无看伊这尔积极的处理，你真正这尔把握，伊会挺你到底。是因为之前我嘛有来搭三工过啊，
大概好想啦。而且栋已经有人在坐家，伊无可能有栋内底的人一直出代志。伊是秘书长呢，伊冇责任。敢要陪你去？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阮都要私底下讨论一寡手段，啊，你去较无方便啦。放心啦，我阮实在足久啊，一定听话。李婉萱，你有这样有把握，孙志豪给你斗三工，而且态度嘛足奇怪，无爱和我对你去，感觉你有啥物代志咧搞阮无？婚礼上，请我父亲先甲你带你过。是我较歹势啊，我啉酒醉，是嘞。我咧想，你后生一定是互你感觉足失望的，所以你对阿弟婚礼上才有遐行为甲动作吼。天下无表心啦，讲实在，之前瑞丰啊，我那摆脚步打岔，规人惊骗去，当时我嘛真烦恼。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是完全能体会。后来好加在瑞丰的生意做不对啊，怎回头，所以我那诚心希望你后生会用回头。阿姨，你现在呢刚好都回去，还是说我请伴娘开一间房让你休息，等你精神较好再回去。不用麻烦啦，我不要紧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徐太太，真正不需要这么客气啦。你专工半工来参加瑞丰的婚礼，把你照顾好些，是阮主人家应该做的代志。多先生甲小慧都是这么善良的人，我煞替阿生欺骗因，我实在是不应该。不要紧啦，我叫客人家登记就好啊。阿伯，我送你出去坐车。这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好生活。
多谢你，我还继续拄咧房代志讲出来。啊，拄只瑞峰拢无甲你讲，伊要走去倒位？自从送客了，我拢无看伊啦。我嘛唔知影呢，我再过来找看卖。啊，你哪会伫遮啦？啊，你带女朋友讲电话啊？是倒一个查囡仔遮尔幸运，会当让孙秘书长较介意？小弟在日本读册，交往一个对象啦。前阵啊，我拄着伊啊，我对伊哦，真是孤绝难忘呢。只好想办法要甲伊约回来啦。另外有时间，再介绍伊认识啦。还是讲丽媛，你今日专程来遮，不是单纯要关心我的恋情吧？确实不是啦。那安尼，我就直接讲，我来遮是希望孙秘书长会当让我想办法做做。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这个剑锋有你犯案的证据呢，你是无可能什么代志都无的。我能力嘛有限，才能做可能啦。这个孙志豪真正是老狐狸，对无路用的人，伊就赶紧要来踢开。无怪，伊会当伫这个位置坐甲安安稳稳。啊，不过伊若是唔倒倒三工，我一届就稳死啊！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让伊肯答应我。其实。我除了要讲这个代志以外，我还有另外一个代志要跟你讲啊。是什么代志？就是跟伊啊的代志有关系啦。你是要用这个代志来威胁我了？我跟你无同款啊！我独身，上济就跟我女朋友交代一声。啊！你有未婚夫呢？啊！我派一个人巴肚。若咱这件代志记更，你还是上大受害者。你应该袂怣噶，翕家己跋石头来喊家己的脚哇！我当然无要用这件代志来威吓你啊！我知影迄件代志是一个意外，啊！不过我希望你看到我跟你的关系较特殊的份上。都到三天了，秘书长，说到的千盛建设的酒会，你敢有要去？还是我？阿炫，我嘛在这，拄好啦，我嘛爱甲你回信嘞。听讲顶届你去酒店，甲郑主席有一下袂爽快，歹势啦，迄个局是我安排的，是要让伊甲秘书长两个熟悉一下。结果害你误会，不要紧啊，我代志拢过去啊。等到是我，我跟你说多谢，多谢你甲秘书长去地方事务把我报出来。那是你的面子有够大，才有办法让秘书长替你出面。我就是白人哦，请也拢请袂叮当。歹势，你因讲代志哦。我先来离开好啊，秘书长，稍等呢，青色建设的酒会我跟你去就好啊，啊，我会把你的话转达给伊，啊，你慢慢讲。有看到无？我只不过是替你出面一届，帮着员工，咱的关系不同款啊，我看吼。要来讲话就到这为止啊！秘书长，啊，你先别着急拒绝我，你听我逐话讲好煞好无？这件代志
对你对我拢真重要。好啦，这毋是一个讲话的好所在。伟弟，唔要食饭啦。我在这附近有一个最好吃的餐厅，咱就来食饭啦。李婉萱，我就看你到底有什么秘密在阮瞒我。对头前台车行。好。喂，洪律师，你给我安怎？杨雪红脱逃，找家一点，目前羁押进监，第二来伊卖想要出监了。真好，有什么消息就通知我，就先安尼。杨雪红已经解决了，今嘛就给他趁杜瑞峰这大麻烦，我俩赶紧找到伊才行的，可是会回来。我真无简单得到一切，都拢乌有去。喂，胡医师，是我啦。我刚刚有找到阮哥杜瑞峰，还袂找到。啊，胡医师，那你麻烦你继续派人去找伊。还阁有啦。我拜托你来台北一抓，因为我烦恼阮哥家己转去啦，伊个状况无啥好，可能需要你斗相共。瑞峰，唔知淑慧有听到杜小公的话无？淑慧，你是当时转来啊？我甲爸死给你找你呢。啊，阮伫个楼骹有拄着秋香阿姨。我已经送你去坐车啦。多谢你，瑞峰。失恋的，婚礼之前，我去找燕明妈妈，甲伊讲咱要结婚的代志。俺哥无想到，伊走出疗养院，搁再来咱的婚礼闹。不要紧啊，你嘛是尊重伊啊，才来讲这件代志。婚礼已经过去啊，要更新上啊。啊，对啦。拄只送客了后，你就无看人，你是走去倒？淑慧，你即马认真听我讲。其实拄只洪律师打电话我，伊讲恁妈空想要参加咱的婚礼，所以倒啊，结果讲了转去啊。你讲啥？我妈要哪样来啦？我虽然话啥，我要去找伊。哎，淑慧，你免着急啦。我已经叫洪律师处理了啦。我刚刚希望这个代志，卖用你妈形象。请法官带了一个妈妈，爱查某囝心情，从轻量刑。就算是安尼，我嘛要去找伊。淑慧，你妈有羁押禁见，连我都无路看伊安尼。咱是等洪律师有进一步消息再看伊好不好？而且淑慧。你这样也没看伊，一点影响没太注意，安尼代志会愈闹愈大，等到对你妈没有帮助的。拢是我害的，唔该咱的婚礼，竟然去害着我妈妈。淑慧，你妈这边哦，真正受冲崩啊啦。好啦，别烦恼，我会想办法叫妈出来。进来。淑慧，还是，给你叫其他瑞峰的，十分钟就好啊。你放心，我无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有一寡子孙的代志要找瑞峰讨论，
你放心啦，我真心祝福你，永幸福，快乐。多谢你的祝福，瑞峰，现在带我出来一下。想到你去香港，出来所有朋友去找我，你敢知啊？安尼有所有我袂想的。你哪样这么恶气？你想要骗我瑞峰已经死啊？原来你已经拄瑞峰啊！你先回答我，你想到没？看起来，曼娟要甲杜瑞峰进行代志，不把人讲。啊，若无，你袂真心去找我算账。好佳哉，杜瑞峰回来，一心拄着曼娟，但是拄着都甲因兜的人，我就惨了。你讲话啊！你甲我解释的清楚。你想到要骗我？想到要骗我？因为我爱你，曼娟，都是我爱你。爱情是所有的，我只有安尼做，才能让你对杜瑞峰彻底死心。我只有安尼做，才能让你感受到我对你的感情。再讲曼娟，迄时阵我真正唔知怎么就给藏喺度。不过你嘛不用欺骗我。我早经被骗，我真正无办法了。我真正无得承受，杜瑞峰出现你面头前，我煞失去你，甲伊比起来，我更加爱你，我袂用冒险。曼娟，你是爱我的，所以才替我暗砍掉。曼娟，杜瑞峰已经过去啊，只有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你就够啊。好了，曼娟，你即摆跟咱阿公。杜瑞峰拢在倒，不管哪个，全世界一心对我好，伊是全心全意的爱我，我袂肯把手紧紧，看伊去有正人之前，先生有来得去乖。毕竟，始作俑者是张明杰。安姐，你先坐了。玉峰。你敢会去婚礼现场？先做袂去啊！迄个冒牌货做一个歹代志，我袂用继续落去啊！而且，甲咱们这一定有关系，甲所有对阮爸妈要安怎，
走啦，咱紧来去啦。袂啊，我袂让你去破坏伊的婚礼。曼娟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曼娟，你拄则讲，你掠死我死啊！当过新闻报道，拢有报黑冒牌货，应做亚洲集团总裁，而且要跟吴淑慧结婚啊！这代志，你无可能唔知啊！安全，敢讲，你已经见过伊啊？你是感动的。表示你信任他，你的计划是啥？想做咩人做？你别讲我赢票去，当伊分的现场，听破你赢票，一直要真相大白啦。沈曼娟，我对你真的就是无爱。袂让你破坏全身的计划。你叫全身是无？看起来你已经熟啊。那安尼，我更加挑破你的计划。你要阻挡我，我绝对不可能让你担心无得啊！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你听我讲好不？我拜托你卖去，我拜托你卖去好不？讲伊无死，迄个时阵，伊坚持要去婚礼现场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，才先甲伊讲个婚。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，想要对天大声讲我想你。今夜风微微，是我在梦中。爱你，你对我。迄个时阵，伊坚持要去婚礼现场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，才先甲伊讲个婚。文娟，多谢你听我，所有一切都交我安排。你放心啦，我找一个安全所在去照顾伊。全顺，我已经就对不起瑞峰啊！我拜托你，千万不要伤害伊。我哪会伤害伊啦？我不可能安尼做啊！对了，曼娟，今日麻烦你去找我妈，好好安待伊。现在一定没什么记得我，等我对方安排好事，我叫你找你好不好？
你甲曼娟想要哪里吃？曼娟，陈瑞峰没讲子胜的代志啊。是啊，淑慧，新郎今晚行李，我来接子胜啊。啊，曼姐。今麦要阮顺手送你过。哦，唔免啦，我家己一车就好啊。瑞峰，我先来走。瑞峰，子生卡要紧。啊，你没事情啦，你别烦恼。对了，小慧，我是北方新秋香的姨奶。今日的婚礼上，我看伊安尼，心内一定真痛苦，所以我想要现场看伊啦。你今日话忝啊，那无你较早等伊休困好不？好啦，阿无你先在听我甲秋香姨问好。老婆，姐，今日麻烦你送水回去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老婆，你要生气啊？慧英姐姐，啊，你后来嘛是无原谅迄个阿哥？讲迄个人要送啥？已经是过去式啊！我即马认识一个条件搁较好的人呢，伊是真正有钱人哦。伊毋但是咧开画廊诶，而且伊搁足有品味诶。非得伊规身躯就是散发一种足自然的贵族气息。气息，哪呢？伊敢有黑卡？黑卡，伊有够较厉害诶！巴金卡，巴金卡，巴金卡，是巴金卡这种哦？差远啊啦！黑卡哦，是暴发户咧用诶，啊，不过巴金卡就无同款啦。伊毋但有黑卡，遐服务哦。而且伊这张卡，伊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巴金，啊，佮有23K 的黄金做的哦。伊若是家己藏伫个迄街上的盘啊，迄款不锈钢的盘啊顶头，伊会有一款叮的声音出来。哎，你想看麦，全世界敢若几个人有听过这款声音啊？客户那里听说过这张卡，好像要在特定的银行里面做投资，或存款超过3000万美金才可以收到半成的。听到不？我这个巴金卡哦，代表讲伊的身价哦，上无有价值3000万美金呢。不过好像有例外的。在你送我回来呢。啊，你要去教我？你变电视开无人机哦？啊？哈？你要带我去哦？啊，不过我未晓呢，你也教我哦。哇，真拜慧英姐姐哦，真正是对得起金龟婿呢。
丢丢呀，不是金龟婿，根本就是一个金龟王。慧英姐姐，你超厉害的嘞！嗯，是讲阿你敢一点点嘛，拢无发现阿哥啊？我是要怀念一下，怀念伊坐去坐山，还是怀念伊坐去食路边摊啊？刚刚是要甲。穷酸当浪漫吗？其实穷酸浪漫也挺有味道的，嗯，也挺好的。散食足浪漫的，哎，我真正是想不到这款的话会为你徐向红的嘴里底讲出来。完了，你来这要创啥？我就刚才是想要来这看阮后生娘娘啦。哎，恁应该袂认，我是要看阮后生的权利拢清掉了吼。徐向红啊，啊你都已经差不多要死了，赶紧放弃小弟的干部官。啊，若无你是要等你死去了，让小弟叫人送去孤儿院是吧？你放心，就算我死了，还有多多，还有慧颖呢，就算全世界人都死干净了，也轮不到你。哎，我是小弟的亲生爸爸，你这小杂毛，啊你疼死我们爸仔囝，是当我苦的呢。小弟什么时候把你当爸爸？怎么会有你这种爸爸？小弟要跟着你的话，那他一定会学坏的。多多，你快把小弟带进去，还要黄安伦吓坏他。嗯，妈妈，你不要走。徐璐，把小弟抓回来，再搞我。你刚才这么笑话了啊？刚好是听我了。快走，快走！徐翔，你慢走。徐翔，徐翔，你慢走。黄安伦，我见到你啊，不过你见到你不要见。这小查某，你是好霸受用是嘛？啊，连别人的家内事你嘛爱管。阿顺背后，那生出你这款好死查某囝，啊，参像真正缘啊，这个无路用的大口袋啊，万行代志哦，拢比袂过别人。啊，另外一个哦，是表面上啊正义凛然，私底下是男盗女娼的正义。即马连你这个嫁袂出去的好姑婆，你嘛应该哦心理变态啊，连别人的家内事你嘛爱管。生出你这款好死查某囝哦。阿孙辈阿早死，嘛较早清心。我都听阿公吧。完了，你即马马上到哦，听了无？我先报警。哼，唔知死话，今日甲报警。啊！我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快死啊你！啊！我即马就予你知啊，恁爸的鞋是几号？无敌甘蔗枪！刘硕，你老婆来了！刘硕，你老婆来！老婆，你哪到了？把你弄掉！你走开，走开！你敢指挥会议吗？我，你给我出来！
好了。麻烦你进来。华伦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好歹你卖走。快点过来，找徐向红，刚好是偷的，无大，你都卖搬出来。嗯。喂，你要紧吗？你搞受伤？多谢你，哥，你先等下找徐露，我先来。阿哥，阿你唔记得去约慧姐姐？慧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送你回去啊。刚才。你敢当卖阁对啊？你安尼袂输敢流浪狗同款，我才饲你一点仔物件，你就安尼乱对条条，你安尼害我足为难，你知无？袂啦。我袂甲你对条条，我只是想要确定你有平安到厝。啊，万一你若阁拄到迄个黄安伦，伊比你半路走出来甲你伤害，安尼要安怎？我还阁会当斗三工啊！无需要啦，若毋是为着要保护多多，我哪有可能去互伊设计啊？就凭迄个黄安伦，伊敢有可能拍赢我？你走啦！真无路用啊！敢甲玫瑰棍啊，都唔敢搁对啊！阿姑，你咧看喷水十八呆，一定是咧想我甲伊约会的代志。我是咧同情伊啥啦？代表讲，我就爱接受你啊！黄安伦拄啊安尼，家家是害我受着皮肉伤尔。啊，不过你骗我，你伤着的是我的心呢。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不过我真正足爱你的。我只想着伊几工，遐尔快乐，我就感觉我亲像咧做面梦同款。欢迎。虽然我今仔无啥物钱，爱情跟面包，我干哪会当予你爱情？啊，不过我保证，以后我有面包了，我一定予你一半。哎呦，唔对啦，我会把全部拢予你啦。是又搁安怎？我要爱的，你根本就无法度予我。咱两个人想的根本就无同款，我无想要甲这款人做伙。你去找适合你的人，卖搁找我。咱两个人无共通点。相关咱无共通点，我认为咱做适合的啊。你刚跌分水池，我看到你笑啊，这么欢喜，伊的心我就知啊，我一定会当给你幸福的。想收债啊！我刚伫个写个老目屎，迄是我咧想阮爸，你误会啊！原来
想咱的未来。你莫讲啊，咱根本就无未来。今日若不是为你救我，我根本就无想要看到你，都卡无可能跟你讲遐尼侪话。新中国，我拜托你，你以后莫再出现在我面头前啊！我要安安静静过我自己的日子，安尼敢会用诶？孙秘书长，李议员，这间包厢就是我替您准备的，内底已经整理好啊，服务人员马上就到，内底请。陈经理，多谢你精心招待，我家己预着菜啊啦，我甲朋友搁有代志要讲。啊，是是，我知影，除了送菜以外，我袂予任何人入去的。多谢你。啊先生你好，请问一个人吗？佳梦姐，啊，恁家刚好包厢，我想要踮个较安静的所在食饭啦，干嘛要当给我一间包厢？你好，阮的餐厅有包厢无唔对，也毋过内底即马咧清洁，所以讲可能无法度提供这个服务。看起来婉萱甲孙志豪伊一定在包厢内底，是讲因到底是咧创啥？咁一定要安尼秘起来讲话。反正我今日就先买店要食食吧。啊是讲，啊恁餐厅的环境袂歹，我嘛真介意。啊你敢袂当带我四个去行行，小了解一下。我以后若是有重要的客户的时阵，我才知影敢袂当带伊啦。好啊，安尼你对我来，我甲你介绍阮的环境。多谢。多谢陈经理，是我实在足久的朋友啦。我常常就伫这餐厅甲朋友讲代志，才足安全的。你有什么代志？在这里讲，我坐你到三江，不是为着我自己，是为着囡仔。我不希望囡仔伫龙安来出事，啊，更加不希望伊出事就有一个犯罪的妈妈。所以，这种代志，你不是应该随身伊讲？你出来跟我通一下。我不是这个囡仔爸爸，你跟我讲，我嘛无法度到三江里。你讲的无唔对，这嘛是我一定要找你的原因。李婉萱，你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巴肚内的囡仔，爸爸就是你，伊就是你呀，留我的礼物。你好，你有爱去？呀，咱拢认小舅子呀。我本来想要当做这件代志无发生过，无要甲你讲。啊，不过即摆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应该想办法脱罪，袂用真正让人掠去乖啊。啊，我是真正想无报啊，才来拜托你。你是囡仔的爸爸呢，你袂用在阮安尼放下不管。你不倒来倒去呐？是来威胁我的工具？我唔管是唔是真的，你免想要来威胁我啦！我无信你这套。莫讲囡仔，啊，既然咱好过，你倒倒三工，敢有啥物唔对？刚刚你的心真正这么凶？我无想要受你威胁。陈总讲。是因为安尼，你就要把咱个代志讲出去。强仔，我只是行为唔检点。阿丽咧，除了你的政治前途危险之外，连你这摆感情嘛拢要赔落去。你若真是安尼讲，
你就去讲，凊彩你啦。其实我唔是要利用你啊，我有同你讲，是惊造成你的负担。彼个对我来讲，唔那是伊的钱，我是真正咧介意你。你阁想要硬凹是无？你唔是为着伊特别办条正义，什么代志拢敢替伊做？咱两个发生关系，是因为正义。拒绝你，你无欢喜，才搞发生的。你来看我到，讲你喜欢我。不是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。其实我一直拢爱暗恋你，只不过你对我无遐意思啦。啊，所以啊，我才会加做饮酒醉啊，想要留一个好的记忆。只不过我无想到。我竟然有你的囡仔，啊！我今我跟你讲，你要叫我来囡仔提掉，我才会当正经做伙。想讲会当把你的骨肉生落来，就亲像你伫我身躯边同款。啊，不过，即摆拢发生这款代志啊，我唔跟你讲也袂用的。我家己安怎袂要紧，啊，不过。你甲林心，看你的囡仔，甲我做伙去上课。请假。李婉萱。哎，沈心，沈心。高雄的同款嘛，你跟秘书长真正在我背后偷来暗器。李婉萱，你真正有够袂见笑的呢。我只是来找秘书长，叫伊来当三工。啊，你是要白讲啥？我拢已看你两个烂条条啊，你搁敢讲我乌白讲啥？秘书长，你袂歹吧？形象这么好的秘书长，既然嘛又怪别人有分车，你真正有够下流的，你根本就是伪君子嘛。是李婉萱在这浪漫的。我嘛感觉莫名其妙，我即个颠倒怀疑是恁两个失脚的仙人跳，一个走来搞我哥哥弟，一个变色来搞我俩干。其实是恁两个要害我，叫我甲恁斗三工尔。你又怪我未婚妻，搁害我做乌龟，你真正是欺人太甚啊！你讲你讲。代志不是你想安尼啊！行，行，行！好。惊见笑是无？惊叫人看到是无？你规工在遐怀疑我甲落雨，原来你家己已经在偷食，才会搞想做死款人是无？我只是找秘书长同我斗三工，啊，官司也是无解决，咱两个拢有代志，你知无？你到底在吃什么醋？我拜托你，莫搁闹好无？你莫在遐借题发挥，官司是一回事，你伫遐背后偷来暗骗是一回事。原来你甲秘书长早就有一番关系啊！你凭什么怀疑我甲落雨？你敢会想超过啊？还是你巴肚内底的囡仔是不是我的，阁无一定呢。好佳哉，我正义无听到囡仔的代志，那安尼我都会当熬。安怎？我话讲啊是无？我看你唔那是黑心宣，你阁是劈腿宣，上到拍人的话救人，让我做无辜，阁怪我对你不忠。我唔对，我是当秘书长，咱做伙。啊，不过你袂用看一个生一个囝，我即摆靠伊救我，我才去救伊的。刚刚你希望我带你的囡仔做伙去坐家？拜托归拜托，
你两个给我做乌龟，嘛不必有死的人去坐较好偌济。代志不是你想的安尼啦，其实是秘书长一早就介意我，我有一直拒绝伊啊。你嘛知影，自头到尾我爱的人只有你。啊，拄则你也看到迄款张面，那是因为伊无愿意同我斗相共。我不得已才会用迄款手法，互伊抓准讲我有淡薄仔介意，无得靠伊就会软心吗？我知影我安尼做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不得已的。正义，我绝对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安尼是我较牺牲的，我若是让人抓去关，阮爸一定带你仔细为得救了。时阵，咱若真正什么拢无，我绝对袂当出代志。我嘛是因为安尼，才愿意牺牲我家己啊。正义，咱互相斗相共啊。结果你无，说前头走来乱，刚刚你安两个拢倒去，你才甘愿哦。我查某人的尊严拢歹滴啊！我即马煞互你误会，我到底是为着什么人这么辛苦？好啊，我就放互侬。我些代志我嘛歹处理，我无就继续做议员，互人掠去关。你嘛袂互我好过。即马你已经无就转去做检察官，若是搁失去主席这个位置，我看咱两个就准备去甲人分啦。咱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呢，你甲其他的查甫男条条的，我若是当忍耐，我就不是查甫人啊。李婉萱，你若是要用一招，你爱想清楚。我这边毕竟是海顿集团的代理主席，但是你爱秘书长爱买代志传出去，叫刘刚知影要安怎？万一伊真正要甲你切断爸仔的关系，咱之前付出都拢白了工啊呢。我无法度管这么济啊，即卖官司的代志上重要。其他就豆豆想办法。你廖尊讲，我无想过爱买效果，我嘛是为着咱的前途啊。而且即马这件代志只有你知影，你伫遐替我保守秘密，啊若无讲出来，对你一点仔好处拢无。唔知道李婉萱讲的是真还是假，可是讲是真的，安尼又为着要达成目标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伊一定阁有真济代志咧甲我温话，我以后一定爱搁较细腻，袂当到最后戆戆去互伊出卖。正义，啊，你即马知影我的用心吗？说来，是毋是应该你去解决你拄则不管遮尔歹看的球兵？胡医师得过来照顾你啊，一直要乖乖的吃点药。你到底是想什么跟踪我的行为？严格讲起来，我张明杰不是感动的。杜瑞峰，你要怪哦，就怪你骂于美凤啦，拢是伊，跟张明杰比较走投无路。张明杰再来找我。
假作你的身份去对付你。哎呀，你妈也没碰啊，够可怜的。你今嘛，从关开手术呢，俺不是搞不管的哟。这是害死林一鸣的报应。杜瑞峰，你放心啦，你的亲人，啊，够你的这家集团，今嘛一切拢真好。今日甲宋明真不是共党，宋明真嘛死啊，现在要继续加班话。阿奶啦，他所有你帮我转去，为咱两人幸福。这段时间你所做一切，不容易卖计较。甚至，我当了这笔钱，咱两个能交一个朋友。以后你有任何困难，拢会用来找我。杜瑞峰啊，你即马是用钱来买手啊？你敢有钱？啊！你袂记啊！你的钱，即马全部拢在手头呢。我甲大家拢来讲啦，杜瑞峰是一个真牛的大律师，我看也不怎么样嘛。还是讲，你昏迷这段时间，你头壳小大。杜瑞峰，你敢知影？要代替你哦，真正有够忝的啦。我是用足侪时间、知识去了解你呢，你哦，真的是好傻、好天真哦！你即摆得到的一切，根本无应该是你得到的。不管你甲张姐是不是共党，你拢比我比屁！哎，杜瑞峰，你完全误会我了。你敢知影？你昏迷这段时间，拢是我来照顾你的亲人呢。你算起来，我嘛是你的恩人啊！这敢是你对待恩人的态度啊？你所讲的照顾，根本是为了安慰自己，惊别人贴薄你身份手段。你老实甲我讲，你的目的到底是啥？你是不是要利用我的身份，计划什么代志？这个代志啊，要给他解释。有淡薄困难呢，不要紧啊，你只要会记的，从今仔开始，我才是杜瑞峰，你，你是啥物拢不是。你到底是要从啥？你到底是要从啥？你今仔呢，是免得甲打个。胡医师错了，胡医师，拍死了！不过今麦情绪哦，淡薄不稳定啊，麻烦你替伊做镇定剂。主要啥？你得防寒剂替你准备啦。安尼应该都无问题啊。你放心啦，我知影要安怎处理。今天好啊哈，嗯，来，您家休困坐啊，多谢您呢。看你今天个正经坐，都知影你唔少定睛诶，
我相信以后你也会照用心照顾阮哥的，阮哥会当带着你哦，真正是伊的福气。林哥对我嘛足好诶，讲起来当甲伊结婚，嘛是我福气啊。而且你嘛对我足好诶，讲起来我真正足好运的呢。虽然真正我含彦明的婚姻是我妈妈安排的，啊，不过我是真正爱过伊，在我早起醒来的一定有真正的时阵，我是真正足受伤的。一直到拄到恁哥哥，才让我心内底的伤好起来。大嫂，过去的代志都已过去啦。我看到你甲阮哥即马这么相爱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永远幸福的。啊，不过即马我上烦恼的是阮妈妈为切胃医院造出来的代志。我就惊伊若因为这个代志爱加重刑责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。家己的查某囝结婚，做妈妈的会想要来参加，这活动体会。啊，这件代志，阮哥买到三工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当逢凶化吉，你别烦恼啦。爸。小薇。啊，瑞峰阿伯回来。瑞峰，伊去看今仔日结婚的迄个秋香阿姨啊。虽然讲关心事大是应该，啊，不过今仔日是恁的新婚节啊，这么重要日子啊，伊应该伫咧厝内底陪恁才对。不要紧啊，爸，那是我有瑞峰去关心一下，伊的心内嘛一直挂念这件代志啊。搁再讲，就是瑞峰这么有情有义，我们才会选择嫁予伊。听你安尼讲，看你这么体贴瑞峰啊，就知影你绝对是一个好媳妇啊。啊，好啦，志云。我看书的物件，我都看了差不多啊。人讲哦，办婚礼是上忝的啦，你今无闲几工啊，足对足忝，我去稍休困。嗯，大嫂，你若是有啥物需要，就甲我讲哦。多谢你，爸，志云，你嘛较早休困。啊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哥哥真用功呢，我已经做律师啊，阿爸你看下路的车。这个不是秋香阿姨，瑞峰不是讲，伊是曼娟的朋友妈妈，这样应该是几年才熟识，本来伊细汉就跟伊做英雄。多少人都熟悉伊啊！想要对伊大声讲爱你，想要对伊大声讲我想你。今夜风微微，是我在梦中唯一的爱你。阿咪，全身已经烦恼哩，再专工请我来照顾你。伊对你的心又好，你莫想艰苦啦。伊若是真正友好啊，是安怎？毋是伊家己来照顾我，顶多是你。你大伯来这照顾我，阿嬷多谢你，嘛真唔甘你。为什么关心我的人拢是这么好的人，阿信煞拢对不起因？曼娟，阿嬷问你，杜瑞峰的爸爸杜仁德，
是一个什么款人？啊，这是一个真顾家、真爱囡仔的好爸爸。伊为着要照顾因厝内底的人，甘愿牺牲伊性命也袂要紧。唉，是讲阿姆，你爱向我问这啊？我伫个婚礼上看到伊，对伊家己的后生遮尔疼惜，好亲像有这个囡仔真光荣。我嘛同款，啊为阮阿婶啊感觉足骄傲的。啊，不过我即马感觉足见笑的，我哪会嫁出这款后生？阿姆，全世界的方法是有较激烈，也毋过，伊是真心爱你这个妈妈的，伊毋甘看到你受委屈，佮把所有的委屈吞在家己腹肚内，而且，佮有杨雪红，不甘你半身不遂，伊是想要替你出一口气啊！出一口气，会当让我的身体好起来吗？我甘愿。有人欺负甲伤痕累累，我嘛无愿意看到阿星变成一个歹人。伊为着我做歹代志，都亲像伫我的心肝头挂一刀共款。阿姆，你莫阁替伊讲话啦，我无想要讲啊，我听无想，想要休困啊。哦，好啦，阿姆无你休困，我袂叫落你啊。都是一个个野囡仔，都是因为我无好好处理我个人的恩怨，所以伊才想要替我出头，才会变甲你死灰不分。是我无甲阿成教好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心情刚好，我拄只已经回去休困啦。今日发生安侪代志，伊心情哪有可能会好啦？啊，对啦，阿瑞峰嘞，伊人在对啊。万娟，你免烦恼啦，我给藏在一间安全所在，而且我请静静照顾过医生到三天啊。婉娟，多谢最后三电话，不是杜瑞峰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过去是我无够自信，现在烦恼，你知影杜瑞峰回来，会回去是无边。我现在才知影，原来你比我所想的更爱我。我只希望这一切事情赶紧过去，我会跟你过单纯简单的生活。婉娟，你敢知影？我真正就爱你的，你是我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，我用生命去爱的人。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一定做到到。你想要关心我，我一定要你，我绝对不会失望的。
伊讲你，你敢会经营餐厅？你拢唔知影，为着今仔这约会，我阁特别提出来口袋名单，就是唔知影今仔这个菜有合你的口味无？我有听讲这间餐厅真有名的，有真侪有名的人拢真爱来吃。餐酒桌啊，我嘛有看到孙志豪孙秘书长，我嘛知影这间餐厅真歹订，因为才预约制，而且阁真隐秘。你会当伫咧遮尼短的时间就订到这间餐厅，这表示你真无简单哦。当然啦，为了要让你满意，我也会尽全力。就算讲用卤的，我嘛会卤到够满意。辛苦你啊，多谢你这么用心，我真感动。没啦。哎，陈老板，阿古，今日恁爸无来啊？我爸爸身体不爽快，所以我替你送回。哦，叫恁爸好好休困啊。你安尼吼，就友好诶。实在不简单呢。这水果吼，甲平常时同款送去厨房安尼就好啦。啊，若是主厨看过无问题，安尼就好啊。陈老板，你放心啦，这水果哦，我见过的，拢是上好的，一定无问题啦。好。喂，会当拄着你，我实在运气足好诶。若是咱会当较早识在。就会使较早交往啊，敢毋是？金龙果，你想要伫遮？你敢分装哦？无啦，我是送水果来啦。等你两个是有实在哦。朋友啊，啊，唔是最熟迄款朋友。其实，就算讲是男朋友，也免歹势啦。但是有婚姻条件真好诶，无人着，唔是足奇怪。你哪约会着？你是去留意，甲问是咪甲你跟踪，我哪约会着？会配合起你诶人吼，未使想讲啦。而且，我阁是通过你自力推诶人，敢毋是？无唔对，你约着啊！我甲阿国确实做伙过，阿国无做伙偌久，阮就知影无适合，所以就分开啊。虽然当时咧卖水果的，阿国对我来讲，厝的不管是咧卖水果，还是开画廊，人品还佫袂当骗人，这才是上佳重要。你毋是还佫要保养？奶奶，我就莫占用你的时间啦。我看你车顶有卖椰子，即马天气嘛足热的，我想买啉新鲜椰子汁，唔知你即马够方便？哈，我请你啦，喂，郭富杰，虽然讲我无得请遮尔贵的大餐，啊，不过我到椰子哦，品质足好诶，清甜，啊个体会，而且哦，椰子包阁有美容的效果呢，我今晚用你啉。真流量啊！后摆吼，阮老娘是开 party 的时阵哦，我再请伊来现场表演。好啊！椰子泡好啊！你敢要直接啉，还是要倒杯啊？无啦，就我来就好啊。无，伊拢表演过啊，我就无机会去服务我女朋友啊。经理，我两个杯啊。
一杯哩。来，再敬你。那安尼你慢慢啉，好，莫想来无用啊。特别选这新鲜的椰子汁，吃饱啉这真体会。我今日足欢喜，嘛食个足饱，咱是不是会当回去啊？啊，好。你今日约表去遮食饭，我都已经无代志，我想我是来遮做伙回去。啊，这个，这位是我的哥哥，伊叫曾正元。哥，这位是这位。你好，啊，我是慧英的大兄啦。啊，你好。面色面色，咱哪亲像捌伫倒位见过面哦？敢无？应该无吧？还是我无啥物印象呢？可能吼，这就是缘分啊。人讲有缘做亲人的人吼，会一见面就足心切的感觉。哎呀，我甲慧英是结婚为前提咧做交往，所以我请你多多指教。是啊。你和慧英是以结婚为前提在交往的，对啊。哎，慧英，你不是还没好跑江炳仁？哥，是哪方话想说呀？最近倒是咧开画廊的啦，我甲伊真有话讲，而且以后卖定定见面。搁再讲，伊结婚之前，就是应该要互相了解，加了解一下，再当避免一挂无必要误会，对不？对啊对啊对啊！这次建宏哥拢进来接我，那呢我就卖麻烦你啊。好啊，那呢我就先走。老杨，后摆有机会哦，再出来接风啊。我嘛会当有影响，会当谢谢你。卖客气啦，跟我熟识有啥物联系呢？来，孙家。这嘛是安那，啊！伊是和阿哥咧交往，啊！若无两天，就家样变色，搁换一个啊！我感觉过想误会再做伙啊，啊！这嘛因为了解，所以就分开啊。大家拢嘛是试看卖咧交往的，啊！无讲一定爱做伙啊。我再讲，你敢无感觉迄个 Jacky 也相差就可以？对，你是要有品味，迄只是一盏灯尔。我是感觉这这去就是怪怪，唔知呐，我感觉这人足面熟的，而且哦，佫是印象无迄种的，连我佫想袂出来，毋捌伫倒位捌见过这个人。这去吼，伊就是咱咧茫茫人海之中，第一定会看到伊迄个。帅哥，你反正是看过伊，家己袂记哩啊。好啦，
卖讲话，讲你的代志，你卖跟我对称哦。讲什么你营养无代志，做水来吃我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想要找理由，把志英放袂记。你卖了事讲我唔知影，你经过六届，比你喺房间内底偷偷看志英的相片在遐哭。你两个到底是安怎哈？你若是真正这么要紧伊，你想阿爸去找伊问清楚，看到底是安怎？我唔知伊结婚手啊，当初我嘛甲讲出清楚，我要让子英放手去做伊家己。若是伊认为安尼做对伊上好，我就袂让伊做。你敢有问伊，伊是安怎要放弃的理由？你至少知影你家己是安怎死的嘛？我无想要讲这啊，我也无想要问这個。好啦，卖讲这好。秘书长，是的，我误会啊，我拄只有对你无礼貌的所在，请你谅解。你免这么客气啦，安尼样表示讲你要跟林太太嘛。婉萱喜欢议会之花，你竟然敢约走，这是应该的。啊，不过我已经有交往的对象啊，所以应该完全放心。照安尼看起来，我应该有带伊两个拢安排好了，应该袂互相逼空啊。郑振宇先生。你这间餐厅吃饭呢？啊，你哪会认识阮哥啊？啊，不过我若是知影你是甲这两个人吃饭，我就袂离开这间餐厅。会啦，志颖这摆人袂好，所以孙秘书长。志远跟你分手了，即摆跟你做伙。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，想要对天大声讲我想你。今夜风微微，你是我在梦中唯一的爱人。你讲的女朋友是亚洲集团余美凤的嫂子余之云。我甲之云在日本留学的时阵都交往啊，因为一挂人生规划暂时来分开，起码算恭喜破镜重圆。哥，我今麦敢有听唔对啊？之云今麦是甲伊当作备胎是嘛？伊有一个暂时分开的男朋友，啥个讲伊要认真甲你做伙啊？我真的是误会伊啊，姐啊，阿秘书长跟余志云本来就是误会啊，阿哥的条件本来就安尼，娶到徐露伊嘛保袂掉，而且嘛对我条件更加好的余志云分手是最正常的，阿你莫想伤济啊啦。你即马是咧讲啥啊？哪有人安尼讲家己的哥哥啊？到底是倒位无好啊？当徐露甲哥离婚了，伊即摆偌后悔嘞！我相信余志云即摆一定嘛真后悔。好啊啦，志云伊的选择，你莫搞有好无？安尼足有风度的。风度是当当作饭食遐啦。余志云真是头壳歹去，一下要甲你做伙，一下搁要分开，啥有够乱的呢？啊，搁有你啦，你搁要往外弯哦？哪有人安尼讲家己哥哥的啦？慧云姐。就事论事啦，啊，伊阿哥要找对象，当然要找条件差不多的啊。啊，朱若愚阿姊就袂歹啊，而且伊是欠恁家真侪钱，
安尼就当作是聘金好啊啦。现在恁真尴尬，要把猪肉鱼送倒来给正义，伊阿姊嫁予你的道理是同款。干你屁事！阮家的代志都没跟你插嘴啦。阿妈，你今晚想要做月下老人是？想要拍安怎是？呸！你看那是乌心线啦，谁嘛在看表象的衰？感情的代志是个人的选择，不需要多讲啦。施先生是谢世来风，我就有度量的人。我代替紫云，再加曾先生，你的台风放手，心中的两个。什么叫做个人的选择啊？一定是有人用心机、用手段来横刀夺爱。这个狐狸精破坏阮小弟的婚姻，做人的小三。啊，你耶？你破坏阮哥的感情，做人的小王。恁这小三跟小王根本就天生一对嘛，啊，无做伙真正是有够可笑的呢。慧英姐，你莫愈讲愈超过哦。搁来安怎讲，我嘛是正义的未婚妻，啊，而且阮即摆咧丢未婚礼啊。你莫因为正义无听你的话，你就不把伊当作小弟。你心肝哪会这么凶？就是因为你的个性这么刻薄，才会无查某人敢娶你。好啊啦，慧娜，精神甲人哦是无多差的啦。你道理讲个煞，你搁伫遐咧汪汪汪汪汪，安尼若讲会赢伊，煞煞去啊，就随着阿姨啊。阿姨啊，定真正要含李万先结婚，一个，听吧，卖叫。您真正要这样转？我跟李婉萱的婚礼是咱三个兄弟姊妹和解的机会，若是失去这个机会，恐惊咱结婚就断去啊！断就断啊！只要你继续跟这个狐狸精勾勾搭，我就不理你这小弟。好啊，安尼较规气啦。正义，阿姨拢头话讲到安尼啊，敢讲你爱跪落求因哦？我看唔免啦，咱来走啦。秘书长，行。以前那个高人小弟，那变作一个难看。哥，坐下去啊！自从因跟那个狐狸精做伙了，伊就已经不是咱家的人。我知道。安全。哇，这里车超。安全，卡住要打工哦，因家里住的早顿，一定就幸福的。俺们过来困了，去请伊开早餐等啊。好了。妈，开始早餐等啊。妈。妈，你去啊！阿仙，自你细汉时阵，就是一个真乖巧的囡仔，妈妈嘛一直为你感觉真骄傲。啊，不过即马，你煞用爱我的名义。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，这拢是我的责任。因为我的个人的恩怨，煞乎你愈行愈偏。
哪去啊？妈妈没条条啦，啊，那无我都抱到去区内底啊。妈妈，我长大了，我要保护你。好啊，阿姨嘛是查甫人啊，爱保护妈妈吼。好，以后我要当妈妈的保镖，妈妈的悟空。我收集到七颗龙珠，要向上天许愿，让妈妈活到一千岁。啊，一千岁哦，那呢妈妈都变成老妖怪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再去收集第二次龙珠。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负起责任，用我的生命对那让你伤害过的人赔罪。我若是没在啊，你也没需要继续报仇啊，对吧？希望从今以后你可以放下一切恩怨，重新去做那个开朗的乐观的阿叔。妈妈绝别。文姐，我妈跟阿婶袂开咧，要安怎啦？啊！不行，我袂让妈出代志，我要找阮妈。哎、欸、妈，老黄呢？他去美容间。哦。妈，你要挂当的啦，以后卖做这个了。这个水果放了久，卖无偌济钱啊，搁交着公园呢，袂好啦。不要紧啦，这个水果卖袂出去，我会当拾起来啊，嘛是会当卖啊。啊，若无咱家己食，嘛袂拍算啊。嗯。安行啦吼。哦。进来啦。啊，行。真好命嘞！你全省安尼家斗三工，唔敢去吃苦，吼，真好生哦，好命。是啊，伊已经大汉啦，真紧哦，就要娶媳妇啊。到时哦，已经有好伊太太，家己那就好啊啦。哎妈，你安尼讲哦，当我娶某，伊哦一定有好你啊。妈，安尼就两个人有好你安尼。好。恁讲遐尼好听，等你娶才知影。是啊，我一后生娶某就变某生。阿婶啊，你妈妈性地遐尼好，你是唔通娶一个歹性性来甲欺负我？拢是我，我俩准安分守己。对得起良心，安尼良心都有够啊！原来阿星，伊一直去向我无予伊好的生活，是我无了解伊，无好好甲伊管教，才会予伊去害人。我是我唔对，我即马后悔嘛袂赴啊！我爹什么所在拢找过啊，我就是找无伊。我今日烦恼已经出代志啊。袂啦，我相信阿母袂叫你冲动，搁找干嘛呀？阿妈姨，阿星啊，哎呦，阿姨中什么白金鸡啊？规人拢无同款啊！哎，台北发展了袂歹吼。哎，阿姨，你看到阮妈无？啊，拄则就看伊向桥头迄边去，是讲伊最近行动无方便，还是去遐要创啥？阿姨，多谢你哦。啊，小姐紧张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
讲啥？你就当作无我这个妈妈。以后不管是好是歹，都是你家己做得来的。你若是过得好，你就摸你家己的良心问看卖，你敢对得起别人？阿姆，你那就安尼啦，无什么代志袂用解决嘞。你先来，大家好好讲好不好？无什么通好讲啊。阿贤，虽然你过去做恶手，阿姆哥你的心是清清气气的。现在嘞，现在你的身躯无半滴乌油，阿姆哥你的人，你的心拢变乌气啊。你为着荣华富贵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？我也是想着，再继续看你做歹代志，我感觉死死的好啊！我无你这个后生啊！妈，你真正要跳楼，我跟你做一条。你哪会死啊？我活着够有什么意义？你莫甲我讲这啦！别怪，都爱怪我无甲你教好，你才会变甲今仔日安尼。我若是死啊，你会当反省。会当重新做人，那安尼我死嘛有价值。妈，现在，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真正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才安尼做，我是要替你讨回公道。你莫再讲啊，我无想要听。你有我死，你才会当回头。我愿意用我的生命，把你的良心换倒转来。我他妈成婚，敢不你有着要爱我？你敢话，敢一个假杜瑞峰做伙？我知我家己要提的是啥，我要提的是你。瑞峰是安那要对我讲白话，敢讲伊跟曼娟真正有问题，我一定要问清楚到底什么状况。是的，真正做袂到。虽然打死家己无敌，你根本无爱伊，应该是清楚，这也是我娘，你只是我的女人。这个世界。跟他因为一个杜瑞峰，一个爱我杜瑞峰，伊才是我爱的啦，不是你，不是你。只要你无伫的，我就是真正的杜瑞峰啊！早就应该死啊，我怎么就会死啊？你滚滚，我丢掉，全部全部，够啊！你简单。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。